Hey guys，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的《长谈 Gentlemen》，我是 Kurt， 我们又见面了。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表友或者朋友啊，留意 Kurt 的影片啊，都说 Kurt 啊，从这个劳吹变成了劳黑啊。其实我不是劳吹，也不是劳黑啊，我只是跟大家来这个从两方面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我觉得劳力士这个品牌呢，绝对是有它的特点的，这个品牌的特色、品牌的知名度，再加上呢这个品牌内在的一些耐操啊、坚固耐用啊、好维修、好保养啊，这些都是特点。再包括现在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劳力士还是值得去购买的这个品牌。但是啊，我觉得如果为这个而去买单、去掏很多的钱，陷入到尤其是陷入到一些销售人员的一些圈套里面，我觉得呢，这个和劳力士这个play 这个 game 啊，有的时候啊，我现在觉得劳力士真的像一个赌场一样，就像它是一个庄家，一个 house， 然后呢，大家都要在它的这个 house 底下 play 它的这个 rule， 根据它的这个规则而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腕表。有的时候呢，还要花费很多很多的钱去在这个劳力士的 AD 啊，或者一些经销商啊，这个去购买很多没有必要的款式，才能入手自己想要的款式。我觉得这个的话呢，是我比较去吐槽的。其实我也不是说黑劳力士啊，我自己也是有劳力士的腕表，今天还是佩戴了这一款劳力士的 Explore 2探险家2这个款式呢，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看的，尤其是夏天佩戴很清爽。再回到这个劳力士上面啊，其实啊跟大家说啊，我不是劳黑，也不是劳吹，最多就是一个灭火器啊，跟大家在这个北半球这个夏日炎炎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里边呢，去给劳力士降一降温、灭一灭火。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疫情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过去之后，我相信劳力士呢我希望劳力士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些价格带给更多的表友，然后这个货呢也不要太紧俏我觉得大家呢喜欢腕表还是应该去买到自己喜欢的款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黑劳力士啊，不是继续呢给大家灭一灭火啊，给大家来说几个我觉得好玩的东西，就跟大家来说几个啊，这个我曾经听过的最轻狂的一些有关于劳力士的话。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今天的影片。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科尔啊，在这个购买腕表、收集腕表这个过程中，曾经听过的一些有关于劳力士非常轻狂的一些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挺好笑，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表友自己我上一期这个黑劳力士其实也不是这个上一期给劳力士灭火的那期节目呢，也跟大家说了，现在很多的表友觉得劳力士是最高级的腕表，其实劳力士并不是最高级的腕表。那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表友也是把这个腕表的品牌呢进行神话其实呢也不怪这些表友，那这个品牌呢确实现在炒的比较火那稀少的东西就是大家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可以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因为呢毕竟这是一个供求关系市场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是这个就是说跟大家说这个劳力士并不是最高级的。但是我觉得说到最轻狂的这个表友说到这个话我觉得关于劳力士的就是，劳力士不管在什么时候买都能够保值，都能够升值。我觉得这句话就比较轻狂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劳力士真的可以保值的，真的可以升值的腕表，这个一定不是你轻松轻易就能够在劳力士的 AD 买到的。那如果你可以在劳力士的 AD 或者经销商直接购买到劳力士的这个官方售价的腕表，那 good for you， 你一定是在这之前购买了很多这个款式在他们手里，或者说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消费的记录，你才有可能这样买到表。如果这样买到表，以官方的这个售价购买到一些劳力士的款式的话，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值得你去选择和购买的劳力士还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那如果你是以一个搭售、配表、加价在这个二级市场上以这些方式去购买的话，我觉得你说到这个保值和升值就要相对而言了。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加价或者配表，你肯定是额外的花费了很多的金钱，那这个到底值不值呢？这个加出来的这个价格以后会不会贬值，这个大家都是不知道的。我觉得这种炒出来的这种 hype 毕竟是 hype
啊，那大家呢这个一定要理性的去面对，并不是什么时候你买到的这个劳力士都可以以这个价格去卖掉啊。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回收卖给这种二手的这种啊经销商或者是收表的这些人啊，你肯定是卖不到现在市场上标的那个价格的，因为他们也是要赚钱的，他们把你这个表卖了是要卖到那个价格的，你卖给他们是卖不到那个价格的，一般的情况下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光看着现在市场的那个升值，那个你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拿到的。那就算你可以卖一个不错的价格啊，你手里有几只这样的腕表呢？那你还能不能以一个官方的售价再购买这样的腕表呢？其实这个都是问题。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手里边已经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热门的款式，那你就留着它，千万别把它卖掉。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升值和保值更多的是心理的这些安慰啊，不应该把它作为这个投资升值的一个目的啊。这个地方呢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劳力士的这个劳吹吧啊，说这个劳力士啊买了就能升值，永远都不会贬值啊，以后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轻狂了啊。那这要看你买哪一个劳力士的款式，你买入门款的劳力士啊，你买贱金半金的劳力士，你买黄金的劳力士，你买正装的一般的劳力士，都是不保值的。所以说真正保值的劳力士只有那么几只，那么几只的话呢也不是啊所有人都有机会以一个官方的售价啊买到的。你只要是去加价去买到这些腕表，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升值这种意义了，你都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一块呢是从这个表友来说。那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表店来说啊，还是从这个表店的这个销售人员来讲。那上一期其实也跟大家说了，我觉得现在很多劳力士的销售人员啊有一些误导或者是一些套路啊给一些比较新的表友啊。我觉得大家呢去这种劳力士的 AD 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些这种热门款式运动款式啊的贱金半金的款式，比如说我上期跟大家说的这个劳力士的水鬼，其实劳力士啊你一般的情况下能在劳力士的 AD 看到运动型的款式基本上都是半金和 2tone 的，就是这种贱金的这种款式。那这些款式大多数都是劳力士的什么呀 Daytona， 一般你很少见到劳力士的这种水鬼的半金，一般都是 Daytona 的半金那之前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GMT 的半金，但是现在 GMT 只有这种玫瑰金了啊，所以说也不是很好碰到。那基本上你现在能在劳力士看到半金 2tone 的这种款式都是劳力士的这个 Daytona 啊，就我们就拿这个 Daytona 水鬼来说吧，就是这种款式，那大家都知道不锈钢炒得非常热，有很大的一个升值和加价，但是贱金半金在二级市场上并没有太多的升值和加价。这种款式在劳力士的 AD 你如果能碰到，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在这一块呢，很多劳力士的 AD 呢在这个新手上面啊会说这个东西也是水鬼，这个东西也是 Daytona， 那也是非常抢手的名字，因为它有这个水鬼或者 Daytona 的名字在前面，非常热门，你需要花费更多的钱去配搭其他的这个腕表或者是买其他的几只腕表，你才能够买到这样的款式。那在这个疫情过后啊，有朋友说这个在劳力士的 AD 有看到比较多的这个贱金半金 2tone 的这种款式，我相信有可能会是一个短期大家会看见，但是呢在这个疫情没来之前，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少能够看见的啊。我们就说这个半金的这个 Daytona 还有水鬼，就这两个款式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被套路，尤其是一些新手不知道，觉得那个也是水鬼也是 Daytona 所以说呢就会为了这个而花费很多的金钱在其他的这个款式上，无形中浪费了很多的钱。如果你可以考虑这种灰市二级市场上的话，其实有很多这种新的表都是没有用过的全新的表，即便是这样，我觉得你如果不买的话，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价格啊。这些推动半金的，不管是 Daytona 还是水鬼，这两个款式都是没有太多的这个加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劳力士的这个 AD 啊，确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套路和误导我们一些比较这个新的这些表友。那这个是第一个啊，那上一期其实也多少的跟大家说了。第二个，我觉得劳力士这个表店，这个在克尔的身边就有说的比较轻狂的一句话，就是曾经啊，这个克尔想要去买这个蓝黑圈的这个 GMT 或者是 Daytona 这个熊猫圈这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面盘，然后黑色的 ceramic 的这样陶瓷圈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表款啊。那在这块呢，其实跟大家说啊，那克尔现在手里呢有这个 Explore 2， 有这个 Submariner 的这个黑色的带日历的水鬼，还有一款这个 Datejust 36mm 的，这三款的腕表我觉得我自己在短期之内或者是很长期甚至是永远啊，我觉得在我没有入手我喜欢的比如说下一个腕表，之前跟大家说了朗格的Saxonia 或者是1815这样非常简单 less is more 的这种正装的款式，然后呢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 JLC 的这个我的 Dream Watch， 我的这个 Grill Watch
在入手这些腕表之前，我不会再买任何的一个劳力士的一个款式了。那我这个劳黑是不是真的坐实了？其实啊，也不是啊，我觉得灭火器啊。那在这块呢，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因为什么不购买劳力士了呢？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啊，非要去配表或者是搭售才能够买到劳力士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购买的一个方式，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我只可以接受，要不然你公价卖给我，就是官方的售价，要不然呢，我宁愿去二手市场或者是灰市去购买。所以说Kurt之前跟大家说啊，我自己手里的腕表都是公价上或者甚至低于公价在二手市场或者灰市去购买的。我觉得大家尽量去选择这样的款式，没必要非得去追求那种热门的，去为那个去花费很多的这个金钱啊。但是有什么让我觉得自己其实没办法接受，很无能为力呢？就是在Kurt的身边的一个 AD 曾经Kurt跟他们说，我想要劳力士的 Daytona。 那因为那个 AD 跟 Kurt 的这个关系比较好啊，就跟 Kurt 说了实话哦，在这一块说这个劳力士的这个 Daytona 他们一年也来不了多少块，所以说都是肯定是先要给这个 VIP 或者是购买历史记录非常好的客户的。那这个在他们那个表店里消费至少$200,000以上的表友，$200,000啊以上的表友，不管是他买腕表还是买珠宝，一般在美国的这个店里，大多数的这个腕表啊是一半珠宝一半这种手表啊，这样去卖的这些 AD 都是大多数都是这样啊，在他们的那个店里面，消费$200,000以上的这种朋友啊，这种有可能想要去排劳力士 Daytona 的，不下30个人。30个人在你前面，而且呢，你还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个人进入到这30个人的名单里。那Kurt当然消费肯定是没有这么多了啊，我觉得我不会为腕表去花费这么多的这个金钱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我自己等这个是遥遥无期的。所以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比较有自知之明，我觉得我很难去排到这样的这个腕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之前说啊，这个其实啊，在西方国家是相对于在我们东方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更难买到这些热门的款式的。那这个为什么这些人愿意去这个二级市场上灰市啊二手市场上去买这些腕表，是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去劳力士的 AD 去 play 这样的 game。 那个店员之前也跟我说啊，如果你要是在纽约啊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城市的这个人多的这些地方啊，你消费至少要50-60万上100万，有可能才有可能真正的能够进入到那个 waiting list 上面去排，比如像 Daytona 这样的款式。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意义去直接在 AD 去购买了。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轻狂的话啊，我觉得如果你要花费这么多的钱才能够购买到这样的款式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劳力士的 AD 现在刚才节目跟大家说的比较像庄家，大家都在 play 他的 game 所以说这个呢是这个劳力士的这个表店里我自己感觉比较轻狂的一些的这个话啊。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关于劳力士这个品牌说过的比较轻狂的话。那这个呢也跟劳力士的这个表店有关系啊。那曾经 Kurt 去到自己非常熟的这个劳力士的表店，因为有一个员工跟 Kurt 确实比较熟，我去到了他们的这个店里面呢，看到这个墙上，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去到这个 AD 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墙上有的时候会挂一些这种钟表这种品牌的钟表。比如说你去到劳力士的这个专卖店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劳力士的这个表，这个钟表在这个墙上去挂着。我有一次进到这个劳力士的店里啊，我发现突然间其他的腕表的这个钟表都没有了。之前百年灵也是有这种钟表的，他们品牌的钟表在 AD 的里面去挂着。那这个原因呢，最后呢，这个 AD 的店员告诉了 Kurt 就是劳力士告诉他们，劳力士的 AD 里不能够摆除了劳力士以外的钟表，不能够挂除了劳力士这个品牌以外的钟表，其他的品牌全部都得下去。如果你想要劳力士的这个 AD 的这个经销权的话，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大的品牌啊， Swatch Group 啊，这个Bremont 这个 Group 啊，什么 LVMH 这些 Group 大的这些 Group， 你们这些 Group 的这个腕表的这个表的这个，如果你要在这个 AD 里卖，如果你这个品牌有这种钟表的这个悬挂在这个墙上，全都得撤下来。那劳力士有多么的轻狂这一点就看出来了。而且呢，你去劳力士这个表店里，你看其他的表的这个柜台都是满满的，劳力士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还要这么轻狂这个呢，我觉得也算是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觉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说，不管是从这个表店品牌我们自己的表友，其实劳
劳力士呢，都有点被神化。那这个我再说一遍，不是劳吹，也不是劳黑，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灭火器。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些有意思的啊，有一些比较轻狂的话，我觉得挺好玩的，分享给大家。那最后呢，再给大家呢回答一个问题啊，表友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原厂的保卡，在购买的时候可不可以去原厂进行维修和保养？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呢，要分成两种情况。那首先呢，是你购买的腕表是不是新款的腕表，还是你购买的腕表是二手的腕表？那我们先从这个新表上来跟大家说啊，如果你大多数的情况下，你购买到这个辉世上面的这些新款的，刚刚接了膜，其实都是完全全新的腕表啊，基本上它都是有保卡的。如果你有那样的保卡，你买到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去劳力士的 AD 或者是其他品牌的啊，你购买的其他品牌，如果这个表是新的，你都可以有保卡的话，都可以去他们那进行保养。这个名字是可以 transfer 的啊，就是说不是说谁买的腕表谁才能去啊保养，只要你这个表是真的，你这个表的这个啊维修保养的这个日期是在这个里边的，都可以进行维修和保养。但是啊，在这块跟大家说啊，有的辉世的表商他是不会给你这个保卡的，比如说像这个 Joma Shop。啊，这个商家他这个基本上他的这个腕表是不会给你原厂的保卡的啊。我觉得有的品牌其实无所谓，比如说你想买一个 Omega 啊，或者这个百年灵啊，这样的这个级别的腕表，或者甚至是这个入门级别的这些腕表的话，这些品牌的话，我觉得其实保卡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买到这个劳力士或者甚至以上啊级别的这种腕表的时候，这个保卡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首先呢，这个腕表的这个价值在这个市场上的价值就达不到它这个腕表这个标出来的这个价值了。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没有保卡的话，即便是新款的腕表，你去到劳力士的这个店里，或者是其他品牌的这个店里，也是不能够进行保养和维修的啊。不是不能够，是如果你想要去的话，你要另外的额外的花费啊，这个费用。那当然了，这个保养的话呢，肯定是不管你在不在这个保修期限内，都需要额外的费用。但是我只是说维修的话，如果你想要维修的话，如果保卡没有的话。你一般回到劳力士或者是其他品牌的这个店里，你都需要额外的去花费。那如果你这个保卡是有的，而且是在期限内，一般的维修都是没有问题，都可以被 cover， 都可以去付掉的但是保养的话呢，还是需要额外的这个付钱。第二个呢，就跟大家说一下二手的腕表啊。那如果你购买的是二手的腕表，保卡呢也有。那如果是在期限之内，当然你也可以回到这个原厂进行维修和保养，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了，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它不是只对人的啊，它是对这个表的啊，所以说这个表是可以这个进行贩卖，然后另外的这个表友拿着这个表去这个维修和保养，只要是保卡在期限以内。那如果你购买的这个表呢是二手的腕表，这个保卡的期限已经过了啊，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 service paper， 也就是这个维修和保养的那个记录才是最重要的。那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是这样了，给大家在这个北半球夏日炎炎的这个温度中降一降温，灭一灭火其实呢就是跟大家说啊，购买的时候要这个不要太盲目要买自己喜欢的腕表，不要太快不要总看着下一只的腕表那我们之后的影片也会跟大家说啊，你中毒有多深，爱你有几分这个你到底什么样的这个表友才是真正的这个中毒入坑了那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对于很多的这个资深的这个表友你都有同感，就是永远不会 stop 永远都会有下一只的腕表， There's always next watch。 那好了，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我是 Kurt。